认识你的时候，萧景欢跟我之间是个死结。琅琊阁的锦囊之中，到底写了什么？麒麟才子，得知可得天下。那么先生，是想选太子，还是选誉王？我想选你，晋王殿下。 吃下去的是少帅林殊，就算小叔还能回到这世界，亦不再是当年的小叔。用了当年的林殊，永远保持大家记忆中的样子，不也挺好吗？或许自始至终，他就是为了这个案子。至于当初投靠谁、辅佐谁？ 都不过是手段罢了。陛下，宁可坐上不可坐法啊！你不是作者，你是那个复活的乱臣贼子。人死了就什么？ 都没了，你也算不上赢。林殊哥哥，你不要再离开我了，你永远都不要再离开我了。